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俞伯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晓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就看看今天的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是一个对感情过度洁癖的人，自我们恋爱以来我就被看得死死的，一点自己的社交圈子都不能有。他天天不是和前女友聊天，就是和异性朋友暧昧不清，我怎么说也不听。爱情不就是应该对对方忠诚吗？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拿什么证明爱我？他总是要我给他一个承诺，但是我们都还小，现在说什么都不作数的，说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还是太幼稚。我俩这段感情一直被他父母左右着，现在因为他父母对我不满意，他的态度也变了，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有请这对情侣，有请。郭先生22岁，来自山西，学生，有请。朱女士24岁，来自天津，学生，有请。欢迎两位啊。主持人好。大学校友是吧？对，说7天就好了是吗？闪恋啊，那是闪婚7天就嫁人的啊，这是闪恋7天就好了是吗？对。谁追的谁？他追的我。啊，咋认识的？我们俩打游戏认识的。咋了？我觉得吧，我在这段感情中一直是我的付出比他的多，就从经济上来讲吧，他一个大男生，我们平时出去吃饭什么的，然后他的衣服裤子鞋子全都是我给他买的。我不知道他一个大男生就这么心安理得的花着我钱，他咋想的？我难道就没给你花钱吗？平时买奶茶，平时喝个水，吃个饭，看个电影，不都是我花钱吗？我感觉在你这儿我就是隔挡台，我就抠抠搜搜的啥也不给你买呗。他是给我买的，那些都是小东西，你说我们能看电影看几次呀？我们平时出去吃饭全都是我掏的钱，我给他花钱其实没什么啊。他那个态度我就觉得受不了，他就觉得我那些好像都是应该给他花的一样。你一厢情愿呀，你也没跟我说过呀，你一厢情愿，我也没强求他给我买那些东西。不是你要的，不是我要的，他自己就给我买的。哦，我为他付出那么多，他现在来说我一厢情愿了，他就把我当冤大头啊。你知道有一次特别过分的，就是我俩在水果店里买水果嘛，然后水果又是我掏的钱，我觉得我们俩都吃了这没啥对吧。后面来了一个小姑娘，她拿着一堆零钱，然后她想找那个老板换那个微信上的钱，那老板还没说啥呢，然后她当着那么多人面，她说你手机里有钱，你帮帮她吧。我就觉得凭什么我要去帮她呀？不应该吗？我们平时做做善事，这也不是啥坏事吧。我觉得她在道德绑架我。就那一次那个女生那么多零钱要是给我的话，我本来就性格就马虎，我就容易丢了。你说给我平时，而且我也经常用的都是手机里的钱，我也不怎么用零钱。我要他就是没什么用，然后加上他在那么多人面前就这样子说你帮帮他，我说我不帮我就下不来台了，我就特别难堪。当时我没有带手机，如果我带了我自己就帮了，根本用不着你来帮这个忙。他经常不带手机，我们俩出来肯定是要花钱的。你说花钱他还不带手机，他就是故意的我觉得。而且他不带手机我就经常联系不到他，我一联系不到他我就觉得他好像在做什么坏事，老是会乱想。啊，这你指的坏事是什么？就比如说可能跟别的人出去吃饭了，跟别的女生出去吃饭呀，或者你不相信他呀，你不信任他呀。反正不太相信，一开始不太相信。我感觉从我们感情一开始他就对我就不信任，干啥都不信任。我记得有一次他还去球场偷窥我，后来我还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才知道的。我觉得那个我都不知道他偷窥我。啥叫偷窥啊？就我事先就我经常也不带手机，这是我的习惯。我跟他说了，每次打球啊，平时出去跟朋友吃个饭，我都跟他报备。报备完之后，我就觉得他也就相信我，我就觉得没事了。反正我都报备了，回来第一时间我也就告诉他了。但是有一次，他也没说他来找我，他要自己偷偷去球场看我打球了。要不是我的同学发现了，我都不知道。不是去看你打球，怎么叫偷窥呢？女朋友看男朋友打球去了。但我觉得我已经给他报备了，他完全可以相信我，他自己忙自己的事儿啊。
各有各的事儿，没必要就是。不是他去到篮球场上看你打球，不是很正常吗？挺正常的呀。以我个人来看，自己干自己的事儿，我都跟你说了，你就没必要非要来看我了。你来看我就是不信任我。哦，行。我觉得他这个人就不值得信任。哈哈哈，为什么呢？因为要不是有一次我看到那个我的朋友圈里边，我发现他跟别人就是有合照，我才知道他那一次骗我，他去打球，实际上跟着他那个一帮室友，还有一群女生出去玩去了。我觉得就是正常的社交吧，没有什么大不了。那有没有说谎啊？是正常社交，但是你干嘛说谎呢？你不是跟他说你去打球了吗？你正常社交，你跟人说嘛，告诉他就不让我去了。他对我管特别严，所以其实我觉得谈恋爱没必要。哎，小子，你不谈恋爱不就都省略了吗？谈恋爱还怕麻烦呢。但是我觉得就我谈我的恋爱跟我正常的社交不冲突。是不冲突啊，我要去跟一帮朋友玩， OK， 你来不来？你不来我自己去了，你来我欢迎你啊。或者我告诉你，我或者我告诉你这帮朋友不太方便，我要去，你去呗。当时我俩七天在一起的，我也就兴起疑问，他就答应了呀。啊，我俩也不是就是说非要，就是当时非要在一起，就是当时就感觉合适，一体俩人就在一起了。行行行行行，就我没爱得多深，就是你一提我就就坡下驴呗，也倒是不挑剔啊。来，还有啥姑娘？他不止这一件事情骗了我。我们俩一开始谈恋爱他就在骗我。他就骗你什么了啊？在他之前我就是从来没谈过恋爱，然后我也想找一个跟我一样就是没谈过恋爱的男生啊。我当时问他了，然后他说他也是没谈过恋爱啊。我就觉得那两个人都是初恋，应该能好好的，我们俩一起走到最后嘛。啊，然后我们在一起才一个月吧，那个学校就放假了，放假我们就回自己的老家了嘛，异地了大概两三个月。我以为他这两三个月会跟我一样的那个本本分分安分守己的，不会跟别人搞什么暧昧。然后我回到学校，我发现他跟前女友还保持联系呢。他不是初恋吗？对呀，所以他骗我了呀。哦，当时我跟他在一起之前，我们不是七天在一起的吗？我想我寻思说他跟我说他初恋，我就要相信吗？大家都有点隐私，他跟我说他说的我也不一定非要相信呀。我就没必要把我自己的完全告诉他，而且我跟他正常就是朋友联系，我跟我前女友之间。你都跟我在一起了，你还跟他保持什么联系啊？我跟我前女友同班同学，他还是我的班长，这不联系合适吗？正常吗？人家平时有个通知啥的不得通知我吗？那你通知你正常的交流可以啊。那你把你家里停电的事你要告诉他，然后我们俩吵架闹别扭他要去跟他说一下子，然后他过生日的时候，那他那个前女友还给他发了一长段话祝他生日快乐，他还不要脸的他去问人家有没有发展对象。是我们之间就是还没有断干净，当时还没有断干净，因为我们之间属于那种无疾而终吧，就是没有什么重大矛盾。你这不是我们分开之前做朋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哪有前女友还做朋友的，他这就是骑驴找马吧，看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但后来我也把他删了呀，你还抓着这个死抓这个不放。我抓着是因为我就以为你只有这一任呀。我后面我跟他又吵架的时候，他故意给我看他跟另外一个女生的合照，我才知道哦，那个照片上的女生才是他的第一任，之前那个是跟他聊天的是第二任。你说你不是初恋你还骗我，你是初恋干嘛呢？这不就七天吗？小伙子说了，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是吧？对啊，我觉得就没必要。你看他一边跟这个前女友藕断丝连吧，暧昧不清，然后他还跟他的那个一个女生好朋友就是不清不楚的。就我俩有一次我们俩逛街嘛，然后我看到一个眼镜挺好看的，我就给他买了，然后买了以后我们去吃饭，他那个女生朋友也过来了，过来以后他当着我的面他就坐在了他旁边，伸手就把他那个眼镜摘下来戴到他自己脸上了，还说你这么好看你送给我吧。我也不知道我给他买的礼物为什么要送给他呀？送没送啊？后来是没送的，因为他后来也问我要了，但是我觉得他非要在这强迫我，我觉得就不送了吧，算了。要是我不在，我不要求，是不是你就送给他了？人家喜欢，而且他又不知道这是你送我的，那眼镜也没多贵，我也不喜欢，我有太阳镜，
你就非要给我整那个眼睛，不喜欢送就送了呗。那个女生心机特别重，我们就是有一次是因为她这个女生朋友吵架嘛，然后那个女生朋友就一边过来安慰我说，你好好跟她在一起，她其实对你挺好的，这样安慰我稳住我，然后一边又过去跟她说，我觉得你俩不合适，我想给你介绍更好的。就是我觉得我那个女同学对我就挺仗义的，我们在一起从大学刚开始，比她在一起还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差不多有她两倍了，觉得她对我挺好，觉得我们之间不合适可能就是真的吧。她还特别听那个女生朋友的话，然后她给她介绍了一个女生，她还真去加那个女生的微信了，还问她喜不喜欢吃巧克力，巧克力啥含义啊。我觉得那个女生朋友她干这些事的目的就是恶心我，找一个有男朋友的女生恶心我，然后把我气走，气走以后她再跟她单独相处。那后来我们分手之后，咱俩分手之后，我跟她是没有在一起的，她也没有来找过我。你们俩分手了？中间分手了一个月吧，大概。就是因为她分的手。分了怎么又好了呀？我去找她了呀。之前她老叨叨我，我觉得我也没少对她好呀。我觉得我也放不下这段感情，我就去找她了啊。我卑躬屈膝的，就是拿着花，然后还给她送了点小礼物，然后就去找了她，找她复合，她也答应了。其实回来找吧，我心里也挺开心的。但是我一想他之前做那些事就特别不靠谱啊，我就想让他答应我两件事嘛，就哪两件？一个是你毕了业就跟我得结婚，第二个就是我以后结了婚不想生孩子。这个好像聊得有点远哈，同意了吗？我当时同意了。这事儿你想清楚了啊？我觉得这都是暂缓之计吧，先稳一下再说嘛。你看。暂缓之计，先稳下来再说，是吧？咱不能因为就是一时的冲动决定，就决定我们以后就不要孩子，以后未来我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一直揪着这个事不放了，是因为他把这个事告诉他爸妈了。那是得告诉呀，这大学毕业就要结婚，那肯定很正式的得给父母说呀。可是他爸妈一开始就不同意我俩谈恋爱，一开始的时候他爸妈知道我就是做过手术，然后一直在吃药，身体不好，然后我这个病还可能对以后的孩子有那个影响，会有遗传什么的，然后就不同意我俩谈恋爱。然后他把这个事儿我不生孩子这个事告诉他爸妈，他爸妈就更不同意我俩谈恋爱了。就前段时间我不是说我要回学校做兼职嘛，然后他非要跟着过来，他爸妈本来就是特别不同意他来，但是他还是来了。来了以后他妈一天打一个电话，然后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听到那个电话内容就是，我因为我不能给他生小孩，就不让我进他们家门，就反对意见就这么大。我觉得我该做的都做了，他过生日的时候我还给他买了他喜欢吃的蛋糕，然后给他买了他鞋，然后又给他买了键盘。他父母让把他那个礼物折现还给我，还让他以后再也不要收我的礼物。你说父母生活经验也比我们多，那你他们的想法你也没法改变，你也不想想就改变一下咱们自己。我为了他也妥协了，其实我也答应他了，我说我愿意结婚以后给你生一个小孩。他又变了呀。啥又变了？他本来不是答应我大四毕了业就结婚吗？他现在跟我说他大四他想去外地闯荡一番，就不结了呗。对，又想就是抛弃我的感觉吧。哎，你不是答应人家毕业就结婚的吗？也是暂缓之计啊。他后来跟我说订婚行不行，我就想我们两个当时都不稳定，而且我是内心想去闯荡闯荡，去外地发展几年，主要在这两年我也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承诺，我给的承诺也都是虚无缥缈的。可是他去了外地我们不就异地了吗？你说他在我旁边的时候，在我身边就干出了那么多事儿，明知道我这个身体不好还天天气我，我跟他一吵架吧我就头疼。他都这样了，那异地谁知道他还出现什么情况呢？我能放心吗？我只能说，我说咱们先订婚，到你以后发展的时候你有个约束什么的。我觉得异地是考验我们感情的一种方式呀，如果我们能挺住异地，到时候你大学也毕业了，咱们能更加成熟理智地面对这段感情，咱们到时候如果还在一起，你也愿意来我所在的地方发展，那我们到时候再从长计议，再商量也不迟呀。你就着急的现在就要干这些事儿，那时候从长计议，你说女孩的青春你能有几年呀？到时候你工作事业有成，我大学刚毕业，我出来我一无所有，
我再去你的城市，你说你到时候又变了心，你又变了，我到时候找谁说去啊？哎，你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那种迂腐的观点呢？谁教给你的？什么抛弃啊？你也可以抛弃他呀，对吧？什么订了婚就能拴住一个男人了？这能拴住吗？一个人的心不在你身上，我们就是把他压到你家里，给你抢回去做了一个压寨夫人，他也会跑的呀。我因为我可能也没谈过恋爱。你觉得他爱你吗？我有时候觉得他爱我，有时候觉得他不爱我。你觉得你爱他吗？我肯定是爱他的，不然我也不会为他付出这么多。你就给他花点钱，那不叫爱。你爱他什么？我都为着他这个一再退让了，我为他妥协了这么多了都。你不叫妥协，你叫不妥协，人家就不要你了。你不妥协一个试试，你就逼着他结婚，你看他同不同意？不结婚就分手行吗？因为你承诺我了。如果说他实在不愿意改变，也不失为一种方式。啊？如果他实在不愿意为我而改变更多的话，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吧。你看，这个不是你退让吗？你不退让，人就按你的话就抛弃你嘛，你哪里是退让嘛？长痛不如短痛嘛。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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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说什么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现在恋人上街，男生他居然会经常的不带手机。我刚才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很简单，现在是无现金支付时代，支付要靠手机。我想不到一个22岁的小男孩会如此的老成。女生是真初恋，男生是假初恋，一下子两个前女友粉墨登场。有前女友没关系，但有关系的是这个男生不诚实。这个男生其实今天来这里就是来分手的，只不过想借我们的口。您又很老成很聪明，我们愿意说为了保护这个孩子，虽然这是初恋，以后会有恋情，也一定会找到爱你的人。伯伯就提醒你一句话，爱一个男人你要考虑一，这个男人爱不爱你；二，这个男人值不值得你爱，好吗？哎，谢谢伯鸿兄。周老师，姑娘太傻了，傻到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人。一个第一次刚开始就不信任你说话的男人，你还相信他能给你真爱，傻到透顶。我没法劝他离开你，我只能劝你主动放弃他。给自己留点尊严。所以男生，我劝劝你，待会儿跟女生道歉是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待会儿在那个门里边不要出来是你唯一可以留给这段感情的尊严。姑娘，我没有任何话可以跟你说，你想出来出来，你想负你自己的人生自己去负。但是如果你不出来，就代表着你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感情，你也真正知道什么叫选择一个好的人。无论未来你要不要生孩子，你最重要的是要选择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他不会在你送给他礼物的时候很嫌弃地说不就是一副眼镜吗，他也不会在你送给他礼物的时候任意由别人把他眼镜取下来还说反正我不喜欢，别人想拿就拿。所有的轻言的敷衍都是对你的不珍视。所以不爱你你看不出来，但你要感受到。如果你真的感受到，就好好摸着自己的心脏告诉给自己，你未来要找的是一个先爱你同时也能爱他的人。谢谢周老师。雷老师，小朱啊，问你件事儿，你为什么要怕他抛弃你？有他没他你是不是要大学毕业？是。有他没他大学毕业以后你找不找工作？找。有他没他你大学以后找了工作老板给你发不发钱？发。有他没他都一样，为什么你那么怕他抛弃？我总觉得他就是我的初恋，我也不想。我告诉你啊，
你有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在婚恋关系当中特别可怕，叫托付心态。遇上你了，哥们儿，我这辈子就算托付给你了。开始之前，我可告诉你哦，我是初恋哦，我是初恋哦。言下之意，你要负责哦，你要负责哦，我托付给你喽。然后接下来恋爱也就一年多吧，到一年了吗？一年半了，快。毕业以后，咱俩就得结婚。结了婚，我告诉你，我可不想要孩子哦。为什么你说这个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难以理解？恋爱了一年多，就开始想一辈子的事儿，就因为这一年多，你这辈子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的可能性了。懂什么叫托付心态吗？懂了。我见你面不到365天，我这辈子托给你了，成立吗？你告诉我，你这辈子该托付给谁？托付给我自己。哦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你不抛弃你，没有人能抛弃你啊！哦，原来没他可以啊！你怕他抛弃你吗？不怕。哦，记住了啊，记住了。小雷老师要解救一下这女生。来，莎娜老师，我觉得她不需要解救。这姑娘，有老师会同情你，觉得你很单纯，然后觉得你没有恋爱经验，我一点不同情你。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Play dead,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my heart's black and blue from the bruising. I feel like when I'm with you I'm losing. I feel like you think that this amusing. Sitting there gaslighting and confusing. Was it me, is it me, am I deluded?I'm the one who's always sorry, the conclusion. Even though I offer all of the solutions. I wish you loved me like I love you, it's stupid.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 never feel lucid. I wish I wasn't struck by Cupid. I wish when I first saw you, I knew this. When I'm with you, I feel so useless. I feel diluted, my heart's been wounded.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你可能都不觉得什么，但是我跟你说，就听到你这个所有的这些话的所有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受不了。就你可以不爱，你说我不爱你吗？我现在的恋爱就是练习着去爱一个人，我就是这么一过程，我觉得也没什么呀。你是在这个过程里不尊重对方，在欺负对方，这个就特别特别过分了，太过分了，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年轻嘛，所以还有容错的机会嘛，可以改嘛。我倒觉得今天是一个挺好的课嘛，就是女生能够自尊的离开嘛，男生能够发自内心的给人家说一声对不起，一起进入真情60秒。首先在这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也是之前我欺骗了你，在很多方面没有对你做得更好，
反而很自私，十分对不起。但是你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在异性的交往呀，在于关于我们以后的未来这方面，你的妥协我觉得还需要一定的更妥协点吧。世界不可能以你为中心，不可能围着你转，我也需要有我自己的空间，所以说我也希望你做出一些让步，同时我也会做一些改变。自从我跟你在一起吧，我想要的你一直没有给过我，反而三番五次的这样骗我，让我一步一步的掉入你的这个陷阱。如果你以后能改的话，我就想跟你一起继续下去，如果你不能的话，那我再考虑考虑吧。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伯宏兄啊，很无奈，女生可能还会出来，男生不会出来了。我坚信都不出。好，雷老师，那我认为女生会出来啊，就是因为女生最后还留了一活口嘛。但是那男生说的特别决绝，不是说道个歉然后让女生有尊严的离开嘛，男生张嘴就是道歉，对不起，我首先要向你道个歉，所以男生出来的概率低了。我也觉得男生不会出来了，女生就看他自己了。来吧，我们看结果吧，请开门。你还出来啊？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结婚20多年了，他这个人脾气不好，能像我这样忍让他的人也不多。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看不到我对这个家的付出。他没有一天让我省心，一点上进心都没有，这个家全靠我一个人撑着，真的太累了。自打我们复婚之后，他天天把离婚放在嘴边，我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这日子过得真的很委屈，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当初还不如彻底分开的好。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刘先生47岁，来自内蒙古，个体，有请。白女士41岁，来自黑龙江，个体，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20年是吧？我们俩结婚20多年了，中间还有一次分开是吧？对，中途有一次离婚过2年，离了2年左右。啊，谁提的离婚啊？是我。谁提的复婚啊？是他。那么决绝的离了，怎么又复了呢？离婚的时候，我女儿跟我在一块儿，儿子跟他在一块儿。后来我看儿子跟他在一块儿挺可怜的，然后他照顾的不是很好，特别瘦，他又三番五次的。老来找我复婚来，然后我们家里亲戚又觉得孩子可怜，我就是再三考虑看孩子，我又跟他复婚了。离婚是哪一年啊？18年。复婚是20年。这也没复婚多久啊？就是复婚半年之内吧，对我还行，对这家也行，反正感觉就是变了一个人。后来没有过多长时间，又回到老样子。老样子是什么样啊？他这个人吧，对家庭啊，对两个孩子，对我都不是很上心，然后一点责任感都没有。你就说家里大大小小的活他从来都没有不帮我参与。我俩开了一个那个日用品商店，他负责送货，我负责在家卖货。他就是每天除了送货以外，他就是没有别的事儿了。家里一点都不顾，就感觉这家里像旅店一样，
所以回来送完货回来睡觉吃饭就没别的事了，对孩子也不管，学习方面也不管，什么都不管，对我更是漠不关心。家里的房租啊，孩子开支啊，各方面都挺大的。我想着你做生意不好的时候，同时你再出去兼一份职，打一份工也行啊，对家里再多来一份收入是不是也行？他就不干，他说我身体不好，我不想干活。因为我在之前外边送货嘛，都挺累的，只要看病花了几千块钱。趁着现在不忙的时候，我想我是啥呢？我现在身体好了啊，就是为我们家挣钱了。您到底得了什么重症啊？他没有什么毛大毛病。我有时候就是身体不好，颈椎也不好，就是睡眠也不好。你就是在家闲的，就是天天在家待着。你要出去干活累了，你不就能睡好觉了吗？晚上睡送完货回来，就9-10点钟了，8-9点钟几乎。回来以后他还继续玩手机，在被窝里头。行，俩孩子多大？我家姑娘今年21了，儿子11。哦，闺女儿不用管了，对吧？姑娘不用，现在大学上学了。儿子11，你还得管啊。那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她不就是在家里惯孩子吗？她有时候跟孩子吵，孩子脾气也不好了。啊。完了就是我一说孩子，孩子就是有时候还骂我，不听我话，我也想管。哦，这爹当的。在这个就是20多年，这孩子成姑娘倒行，姑娘从小就是在老家长大，爷爷奶奶带着。有儿子以后，我们就是一直三口人在这边生活。然后儿子几乎对他就是没什么感情。因为他从早到晚几乎都晚很晚才回来，跟孩子根本就没有任何交流，没有父爱。就是我们离婚不是2年吗？啊，孩子儿子不是归他吗？他要房子，我们在这有套房子。我说行，我就想着反正这房子早晚都是我儿子的，我把房子就给他了。在这生活期间呢，他对孩子更是吝啬的不得了，一分钱不给孩子花。咱俩当时离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姑娘归我，所有的费用都我出，儿子所有费用都你出。其实现在上学几乎不花什么钱，就是孩子的衣食住行。我儿子跟他以后从来不给孩子买衣服，这2年都是捡别人穿剩下的衣服。但是我也不能不要，我要不要的话就想人家东西不好似的，是不是？人家肯定穿不好了才能给我呀，都是球球蛋蛋的，那衣服穿的就反正挺不像话的。然后吧，就是我儿子他有个兴趣，他就是爱跳舞。在离婚期间这段时间，他把我儿子这个兴趣班都给停了，这个舞蹈课他就不想让我儿子跳舞。这是为啥呀？为了省钱呗。不是也不会省钱，因为我认为跳舞是女孩子学的。有一次我家孩子跟邻居那个小孩打架，那邻居小孩比我家矮半头，那个给我家孩子挠一道一道的，我还不如让他学武术呢。那去学了吗？你让他学武术，他就是动作嘴皮子，他根本不舍得给孩子花钱。我也没有钱。你不得去挣吗？挣，他就说他身体不好。一天能挣多少钱呢？复婚以后吧，主持人你说更变本加厉了。现在开始唱歌，整个手机群里的就是他那手机里全是群，全是这个唱歌的群啊，也得有好几十个群。你说谁家手机那么多群？就在家，他只要在家，这手机就不停的响个没完没了的，全是群里头。他没事就跟人唱歌，你唱歌好听也行，唱的鬼哭狼嚎的，天天在家大吼大叫的。本身你就对我们挺抠搜，你怎么在群里头怎么发红包？50、100就给人发，人家一管叫刘哥，你唱的真好，那就不一样了。坐地就来劲了，就给人发红包。别人家都给我发，我唱歌，别人都给我发钻石红包。那个，你给人群里发多少红包？你在这群里发多少红包了？这不是钱吗？你平时跟我们过日子挺抠搜的，给群里的跟那些外人都挺大方。我能发红包，我得跟平时交往朋友似的，不得礼尚往来吗？不单只是这个吧，他还给加人家那个女网友的微信，跟人家就是有一次我在无意中看他手机哈，他跟他那女网友说我坏话，说我不温柔，没有他温柔，说我强势，说他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生活就是比较委屈，就因为这女网友我俩打多少次仗。后来我才发现，他这女网友就是我俩离婚那段时间，他在网上处个对象。我就是诉说一下自己的内心情感，就是网友聊天，一般网友。咱俩马上离婚，马上你就处对象，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再说你有对象，你为什么还骗我呀？那咱俩复婚了以后，你为什么不把他删了呀？他不单只跟这女的，就是天天发信息吧，还把家里这个干什么的，我家是干什么，做什么生意的，家里的地址什么的，他都告诉人家。不是，那你还不想跟他进一步发展吗？要不然你怎么？他说的不对呢。你说的那么具体干什么？就告诉人家。那个地址是一个网友，他是开网店的。夏天我特别爱吃冷面，给我有点冷面，有冷面，那当然买东西要付钱的，所以给人发红包。怎么没有人给我邮东西啊？你不到一定程度，他能给你邮东西吗？他跟这女网友还说我对他爸爸不好了，他们家亲戚来了，我对他家亲戚不好。那我对他爸爸不好是有原因的呀。啥原因啊？他爸爸吧，就是有一年来我家了。来我家了，他们那时候他妈妈就刚去世，他爸爸一个人在老家。我就想他跟我说，他说我爸爸在家挺可怜的，接过来住一段时间吧。我也同意了，我说给他爸爸接过来吧。谁成想他爸在这没多长时间，他爸爸跟他说我在外边跟我家的顾客搞暧昧，嘻嘻哈哈，眉来眼去，
告诉他儿子，那你爸爸不来不是挑拨离间了？不能，我为什么跟你？肯定是有要让人看到，肯定是不清不楚的呗。我怎么不清不楚了？我在这也是也是为我好啊。主持人，你说我们家是做服务行业的，是不是？无论男人女人来了，那我肯定要对人家那个笑脸相迎。那我不能把生活中的这个事儿带给顾客，是不是？是是是是是吧？所以我就跟我家顾客就是可能是嘻嘻哈哈了，爱开玩笑，但是又都是老客户，就当朋友跟朋友一样。他爸回来就不是那么说了，他爸就跟他说：“你小心点，你媳妇儿在外边肯定跟这个人不是。”是啊，那注意点怕，又没说你什么，那个。那是什么意思啊？他要想那个什么？那不注意把我爸给你撵回老家呀？那我对你爸，你说他爸爸来了哈，他也从来不给他爸做饭，他都几乎都不管。他爸爸来了都是桌上桌下都是我伺候，我给他爸做饭洗衣服。那不是应该的吗？对吧？作为一个儿媳妇，那不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吗？那你怎么不做呀？那我爸他来了都是我做饭，那你爸来了你为什么你不做饭呢？为什么你不上心呢？我不在外边生活忙吗？你忙你有多忙啊？再说咱爸能吃多少？他一直给他爸打电话，他说让他爸爸来。你说他爸爸来，现在我生意不是不好吗？我现在还又找个班上，我又上个夜班，白天我还得盯摊儿盯店儿，然后吧我还得经过孩子学习。那你说他爸爸来了他又不管，怎么照顾他爸爸呀？他爸都80多岁了，家里根本就离不开人身边。他爸爸那次来了吧，就是腰疼，从白天开始就腰疼的不行了。他也没说他当儿子，也没说去药房给他爸买点药，还是我半夜出去给你爸买的药呢。我现在能理解您那个为什么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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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确实委屈，两份工，对，您得养身体对吧？您养好了身体，就是给这家挣了钱了，对吗？对，他一直就是那么认为的。自从他爸说我不检点以后，他对我也是怀疑了。有一次情人节那天，你想跟我离婚？我们家邻居，我们家不是做生意的嘛，旁边都是门脸嘛，门脸这大有一家有一个老有一个兄弟，就是比我小点，30多岁，他是离婚的，但是他那个也带个孩子，然后他开花店的，他这是情人节天不是他进的花比较多嘛，他就没卖完，他给我送了一束，给旁边的邻居又送了一束，他完了回来，他你说哪个女人不喜欢花是吧？完他送完我花了，当时我也没想什么，因为平时吧我对这个老弟也挺照顾的，他离婚的，他带个孩子，他的儿子跟我儿子是一个班级的，然后我看着一个男人带个孩子挺可怜的，就是俩孩子又玩的比较好，我家我做点吃的什么，然后我就经常给这个给他家送去，然后他就送我一束玫瑰花，就我就挺高兴的，我在那边打理，他回来就问我，哎你这玫瑰花从哪来的？就这样似的，当时我也挺生气，我就没告诉他。日子口比较敏感。后来呢，他可倒好啊，我都知道是谁送的，是不是隔壁那个人送的，就这样的。他然后他就去找人家去了，找人家还跟人家理论，人家谁理你呀？邻居有理你的吗？现在我们家邻居都没人理他，都觉得他不可理喻。这没什么事儿，就是邻居之间好，商铺开在一起，他不是那么想的。没卖完的旧手一送，对啊、两家都送。对呀、啊，他不是那么想的。他也是单身的，他带他说啊，还有一次。行了，你就别说这事儿了。开家长会，他俩一起去的，啊。开家长会，他俩开家长会一起去的，那不是他儿子和我儿子是一个班级的吗？那你咋不去啊？他从来不开家长会。我去过，我也去过。你去过太少了，你去过几次啊？孩子上四年级了，你一共去两次就不错了。我咋没去过？主持人，我去过。哦，去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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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过。你去过，你值得骄傲吗？你不该去吗？是啊，嗯，去你那你说他脾气大，他很强势。我为什么脾气这么大？都是你逼的。钱都填到他把子。以前的时候送货的时候，我回到家里，他就是磕头翻我钱，把我钱都拿走，就给我剩几十块钱。那个加油了都没有钱了，没办法，就只加30块钱油。还说我把钱把的厉害，那不是因为你吗？从早到晚家里不管，你再出去再挣不来钱，你回来也不交钱，我为什么上你兜里去拿钱呢？你主动交给我呀。这些生活琐碎的事我都不想提了，特别让我伤心。坚持不下去的理由就是他跟那小学同学，他背着我，他俩偷着开一个养生馆，他而且他还给人偷着拿10万块钱出来。那你当时你怎么拿出10万块钱的事呢？哎，10万块钱打哪儿来的？10万块钱对这家庭是小数目吗？那是什么？因为是之前是一个小学同学嘛。啊，男同学女同学？女同学。啊，小学女同学。开养生馆，他会养生。他俩可能以前之前我听说他俩谈过恋爱，处过就是他初恋，可能是不单只小学那么简单，小学同学那么简单。你再说，你说他跟他小学同学吧，都多少年都不联系了，这也就是最近可能是联系上了。然后联系我也不知道两个人怎么说的，说差两个人合伙开一个那个养生馆，说养生馆挣钱，那个不用他经营，这意思挣钱给他一半。不是你钱从哪儿来的？钱是从我姐借的，我的想法就是借10万块钱。我也不用看着那女同学看着，我寻思再挣点钱，再多挣点钱给她一个惊喜，就是这不就有钱了吗？挣钱了吗？
是啊，这不是至于他生气了吗？完了，那个我姐打电话，冲我要钱，他就发现了。哪挣钱了？你的钱呢？但是你不是黄了吗？你的店不是黄了吗？根本就是被人骗了，我感觉。谁没成想那生意，谁知道黄？你多大岁数了？怎么变成了？做成这种傻事？看着挺蔫儿啊，主意特大啊。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你这10万块钱让我还，我就不想跟你过了。然后你还是这样似的，一点没有上进心，现在就欠提前养老。个人债务，那我以后慢慢挣钱还呗。那你挣钱慢慢还你大姐，同时家里怎么办呢？那你就光挣钱还账了，你对我对孩子这钱哪出？从哪出啊？几乎你挣的钱不都还账了吗？还能拿家里头了吗？但是当时我早都说了，你想做生意，我不说了吗？生意买卖身体不好，咱们再干咱老本行，咱出去整个店去，咱俩单独干，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这不也是多一份收入吗？为什么你非得要跟我在一起呢？可是当时你不就是因为你活不了吗？离开我，没人给你做饭吃。那当时我也好意，不也是想多挣点钱吗？谁知道生意赔了？你根本就是对你的，我就感觉你对你那个小学同学根本就是念念不忘。哎呀。听着就四个字儿，叫一地鸡毛。干嘛呢？我听着已经听累了。就是一个人持续不断的保持一个音频，用同样的语速在那儿喋喋不休，真是听不下去。都是他。我不是替他说话啊，这也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咱们不说，不能口出恶言，对吧？至少您拎不起来，你怎么可能让儿子过那样的日子？过那样的生活，然后从姐姐那儿敢借10万块钱去给所谓的初恋投资，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让自己变得那么面目可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啊。都是这段。按理说应该听出的是同情，但是听完之后全是愤恨。你觉得一个女人把自己的老公管成这样是成功吗？你觉得你委屈吗？你把他说的一文不值，他是不是你两个孩子的爹呀？你把他说的一文不值，他是不是你现在的丈夫啊？在法律上，你觉得这样很光荣吗？你把他当过日子的保姆，他把你当挣钱的工具，你们俩这叫婚姻吗？那是什么呀？您回答我呀！你还委屈，凭什么委屈啊？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不幸的婚姻，只有不幸的夫妻。你们两个人就是，你们两个人看似重归于好了，但并不代表着和好如初。你们两个人虽然复婚了，但并不代表恢复了夫妻感情。理由真的太苍白，就是因为孩子，两个人走在一起。作为一个妻子，她看重的并不是你给小学同学投资。作为一个女性，吃醋触屏打翻，她担心的是10万块钱会讹上她。有很多的夫妻吵了一辈子，为什么吵不散？因为彼此内心都有着对对方的爱。我请问你们两位有吗？扪心自问，如果没有，就从现在开始赶紧分开，赶紧离婚。谢谢伯鸿兄。周老师，所以我想问这位男士，还想过吗？想过。想怎么过？努力挣钱呗，啊，出去打工，再好好打理生意。说实话，我怀疑，为什么整个在台上你呈现出来一个状态又懒又残还很好色，家人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气得跟你咆哮了，你还说我没怎么你，那就说明这个人心里是对家人没有爱的。且不管爱不爱了，你可能对他一点怜悯都没有，那你还跟这个女人生活干嘛？所以如果一个男人变得又懒又馋了，那我想这个男人原本就不想承担家的责任，而这种不想承担家责任的人怎么可能像你刚才说出来我准备要去好好打工了，很难。所以二位，你们两个口口声声再说一句话，我们是为了孩子复婚，我觉得你们是糟蹋了孩子。当然我这句话说的可能有点重了，
但我真的心疼的是孩子。本来想给孩子好生活，但孩子看到你们在一起过后活得更惨了。妈妈嫌爸爸不是一个男人，爸爸嫌妈妈不是一个女人，你让孩子怎么看？孩子是个男孩，孩子是从爸爸身上找到男子汉力量的，从妈妈身上感受到母爱的，既没感受到母爱也没感受到男子汉力量，这个孩子怎么长大呀？11岁正好是马上快青春期了，你们怎么养的孩子，怎么为人父母的？所以二位，我劝告你们一下，如果真的过不下去，好合好散。如果真的你们想要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那就自己改变，不要让别人逼你去改变。日子是给自己过的，不是给别人过的。谢谢周老师。雷老师，就是刚才说到改变这事儿哈，我问一下这位白女士，你觉得结婚这么多年然后又复婚，是你改变了她还是她改变了你？她改变了我。对，love the chase and the hunt, and I set the pace when I'm running. I always take what I want and I always give it 100. Don't need a bank, no, I'm funded. Play the game like it's nothing. I'm always thankful for something. Don't take for granted, stay humble. Now wake up! It's time to look at the enemy. Look in the mirror if he is no friend to me. It's not working out, maybe it's the chemistry. It's time to break up so I can make a better me. Better believe in your mind, cause it's everything. You can mold, shape, find anything. All it takes is some time and some clarity to find your identity. It's mind over everything. And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And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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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immortal.山达老师，夫妻是镜子，你看对方有多讨厌，你自己就有多讨厌；你看对方有多可恶，你自己就有多可恶。那至于你们的婚姻，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你们的婚姻本身就是一场交易。但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场交易不成。妻子从丈夫那里需要得到的是钱，需要得到的就是一个能够提供赚钱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我告诉你，他不是那个工具，因为他根本没有那个能力。
丈夫想要从妻子那里得到的是一个照料他生活起居、照料他的儿子、照料他的老父亲的一个贤内助，但我告诉你，你也得不到，因为您的妻子根本不是一个贤内助，所以你们这一场婚姻的交易是失败的。那在你们看不到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个交易的那个结果的时候，就开始歇斯底里。所以何必呢？让人最觉得可恶的地方是，你们美其名曰打着为了孩子的旗号在一起，却做着伤害孩子的事情。所以我们四位老师才会这么的愤怒。最后对于男人，我再多说一句啊，您希望被理解，希望被认可，您必须得先做点让别人理解和认可的事儿，好吧？谢谢。谢谢山达老师啊，其他的话我没什么话说，就是我觉得我跟四位老师的观点绝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们不应该离，这俩就应该在一起过，互相折磨的再狰狞一些就更好了，直到有一天自己在深夜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我怎么是这样，直到有一天他们的孩子复制他们的不幸，再过这样的日子，作为母亲和父亲听着陪着流泪的时候，大概你们就知道今天你们的这个嘴脸是多么的丑陋，所以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我想想你们这前前后后，真是我觉得怎么了，那苦日子是怎么过过来的，那年轻时候不是也是一趟一趟的送货，一单一单的卖，不是把日子过过来了吗？怎么过到现在人到中年过回去了呀？您是真过分了，我不想用那种词啊，我觉得您是真过分了，就是你能把一个女人逼成这样，你也是真有本事，是真厉害，他每一句话都能捅得让他脾气升级，所以你们俩好好过吧，你们互相折磨吧，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亲爱的老婆，听了主持人和老师们说说，希望我们俩都能改正，以后互相包容，好好教育孩子。我现在身体不好，你暂时还不能出去打工去，可是我以后努力，身体恢复好了，努力去做生意。看在咱俩这么夫妻这么多年的感情，你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希望你不要离开我好吗？我再考虑考虑吧，你总说改，我看你这些年也没改，我再看看你表现再说吧。我一定会改的，我也希望你以后不要跟我说话那么大声。再看看吧。谢谢两位，请回。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于老师，你预测一下，不幸的婚姻可能还会延续，两个人都会出来。就大姐那一句，我再考察考察，他就得出来。李老师，就是嘴上硬的女人往往心软，所以这位白大姐应该是会出来的，她嘴上很硬很硬。但是呢，刚才咱们五个人在这费了这么半天劲，可以说对这位老刘啊基本上没有触动。当然没有了，张嘴第一句话我就听出来，心如止水，古井无波。我们要对他有触动的话，刚才台上其实那位白女士是受到触动的，她的表情出现了明显变化的，而这边这位她的丈夫，这位姓刘的男士，那家伙真的心静如水，张嘴就是亲爱的老婆，好家伙，接着就开始给自己找借口，我现在虽然身体不好不能出去工作，刚才身体不好我们说了嘛，不就是失眠然后颈椎不好，说实话今儿坐着的几位谁颈椎好啊？不是，他没法不失眠。对，这心里想着那10万块钱怎么还，不，他主要是想着那个比那想着那个比自己老婆温柔的女人嘛，这事儿，所以我估计二位都会出来吧。对，哎，
对对对，肯定都出来吧，出来。对，别霍霍别人了就。不是，我就刚才在他们离开的那一瞬间，我读广告那一瞬间，我就释然了。我们较什么劲呢？真不应该。但是说句实话，如果你正在奔这条躺平的路上，跟生活耍无赖的路上去，你看到他们，我希望能引起你们的警戒，每一个人的警戒之心啊！骗自己啊，到最后很可悲的。这已经想象得出来未来的命运是什么样的吗？来，看他们作何选择，请开门。Creeping up from the heathens, got will, got fight, got pride, got reason. If they wanna go eat, then you know I'm gonna feed them. If you're coming for me, hope you're ready for a demon. I got eyes in the back of my head, I'm seeing. Take me for granted and you know I'm leaving. I'ma take what's mine with the webs I'm weaving. I could take this crowd from seeing to believing. Got a taste for blood and my tongue keeps bleeding from the words I spit, so sharp, so freezing. So cold, behold, frostbite, they feeling. I could tear you apart or I could go heal them. Don't believe in fate, don't believe in ceilings. I just need a taste and my mind starts peeling. I don't pace myself, I grind on kneeling. Got lust for change, I just love the feeling, no. I ain't gonna give up. Got too little time, I'ma live up. Head down, push forward through the tough times. Cause anything worth doing is a tough. 再一次感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